非常重要的一次轮换，因为是使馆的领馆的叫二把手，我们叫 DCM Deputy Chief of Mission。那么我们迎来了一个是这个庄副总啊，庄耀东。那么他在使馆工作过，所以对北美有很多的这个经验，对啊，非常的好，对我们使馆的力量是一个加强。大家也都知道。我们徐副总在这工作超过四年哈，这有很多老朋友，所以呢，实际上，他在这工作应该是工作非常认真、非常勤恳，成绩也非常突出。虽然离开了，但是我们大家会想念他的啊，也希望大家呢，各方都继续给领馆工作予以支持，继续把工作做好，为华人华侨提供更多的便利。这个不会的，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个制度啊，它有一个轮换制度，大家会进行一个相互的交接，相互介绍，同时呢，也会在前任的基础上继续去挖掘一些新的一些合作的内容，所以这一点大家放心，不会有问题。你来这个是什么？很好，这个这边的华人华侨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哈，非常的热情，这个非常的有干事情，爱祖籍国也爱加拿大啊，这个所以我想呢，这个到这儿之后啊，还是希望能够用更多的机会与华人华侨共同做好这方面的工作，推动双边的合作啊，能更上一个新的台阶。好，谢谢啊，再见。We're accustomed to that, but no matter for you who comes or who leaves.